什么也没看到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湖？啊、冰山湖、啊。这个不是。不是。我们现在已经到同里的停车场了哈，那我们停车场下来呢，还是需要走一段路，走路的话呢，需要这个10分钟到15分钟哈。那不想走的话呢，这边也有一个选择，就是可以坐这个三轮车，可以骑进去。那一辆呢是20块钱，就是十块钱一个人哈，就是旁边那种绿的小的三轮车，可以骑到这个门口。要不要有人坐？如果坐的话呢，最好是集体坐；不坐的话，我们就集体走。你们要不要坐？We're riding on the tricycle, 三轮车。Tricycle. Pulling the card. Oh, no, come on. Ah, hello.舒服就好。它有超市的。还有 CD 店。啊。这边是卖水果的菜场，大概是。糖糕糖的日子，糖糕糖的日子。
碗面。这叫什么桥？这叫什么桥？长春桥。长春桥。啊？永远青春，长春长。在长春桥。长春桥。这边这个是永保青春的啊，女士都走一下长春桥。哎，我们也要长春啊。一生不老，永保青春哈。那边太平桥呢？走过太平桥，一生都平安，平平安安的哈。叫这个老板坐个那个是吉利桥哈、啊，吉利桥，做生意的是，吹一段《生意兴隆步步高》哈、啊，这边是三大桥。啊，这是鱼，应该钓鱼的。Birds catching fish。我们六个人，六个人一辆。
六个人刚好，六个人一辆。那嘟嘟呢？嘟嘟你呢？嘟嘟你，哎，嘟嘟呢？嘟嘟可以跟我们一块坐吗？你看他坐了下来。下去好了，啊，下来，下去好了，下来。下来你好紧张，你再下来。哎、会不会游泳啊？嗯，我也不会。他们六个人平衡，哎，他们平衡，他们很平衡，我们也差不多了。哎，我们过了就平了，不摇就好，不摇很平衡。OK。你要摇要平起来了。不要晃，要把自己拍进去。对对。叫你东木府 ，OK。你要比人家大一点。好，有人瞧。看他们好 easy 哈。对呀、啊。很那个。哪里看过来一下？每个人都看到了，康，你坐着船在叫，他那个书记是坐那个，他连船都不敢坐，他每次一坐船就剩一，我船就剩一，他在哪就剩一会儿，他感觉这样看的，就是一直给他看过，就剩一，啊，我的年龄掉下来，掉下来我没有办法看了，不要忘了。喝大概不喝这个水，我想喝就是自来水，特别上好，而且也没什么多高的收入。哎，我们他老伯做摇一个月就上好，要一个月才赚300块钱。哎，我们7点钟就要来了，7点钟来要到外山6点钟。总算让我做到了一个这样的小船。我记得我第一年进公司的时候跟团嘛，都没有看到，没有，他们没见过这个美食，说这个是什么钱？哦，我刚刚，我想，我刚刚给他美金，他也是没见过，他看，他也不问了，他就问里面那个人说，那个人也在，我说，哦，我对不起，我给你多少钱了吗？他就给我，他说，还好他们比较。